我的家就是在香港，香港是很民主的，只要你出来行出来讲就有人听的了，不要将我们这颗东方明珠打烂它了，因为我们老的了，以后这个家是你们的后生仔，以后你们要活下去的，你们要结婚生仔或者 有前途的，你们不要将你的前途打烂它了。我哋啲細佬哥冇人天生係咁樣嘅，我哋香港唔係咁樣嘅。咁我哋俾人教壞咗，我哋唔好日日都去鬧佢、打佢。唔係，我俾機會佢。我哋老人家有咩唔啱，你哋後生有咩唔啱，大家可唔可以坐低講，保護呢個家園？